你别哭了，奶奶，咱把文爷爷扶到沙发上去吧。不，现在不能动他。这邻居怎么还不来啊？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着急，前面就到了。不行，文局长，并不能等。这样，我下车跑过去啊！哎，你小心点。哎，孙毅。 心脏的事儿，志远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小曼不是开车过来的吗？啊，小曼的车堵在你们家门口了，我先跑上来了。啊，孙毅，小曼，文局长，赶紧去医院啊！不行，不能碰她。孙毅，你们家有没有真喝白酒？有，拿一下。好，小曼，到我这边来，把她手摁住。 孙姨，怎么样了？快，听诊器。哦，好。给。打强心针。 孙毅，得马上送医院。好，志远，你给医院打个电话，安排一下。好。哎，小曼，把你的车停到了门口。好，志远，还是叫急救车吧，不能搞得兴师动众，还是用小曼的车吧。好。 老孟，这件事情就到今天这个范围，别的人就不要再知道了。我明白，明白。你们都是老文平常最信任的人，文局长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只有请你们大家帮忙了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的荣幸啊。老孟，你看老文目前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办？ 我们几个主任医生啊，一致认为，文局长啊应该安一个心脏起搏器。对，我不装那玩意儿，我没事儿。文局长，那东西不碍事儿的，就是一个小手术，现在很多得心脏病的人都安起搏器，我公公几年前就安了，现在干什么都不耽误。我没事儿，我没到那种程度。孙毅。 您可得劝劝文局长。小曼，志远，小曼，等会儿你们去劝劝老文，起搏器很重要。 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。其实呢，他前几年就应该装上了。老文这个人有时候脾气很犟，他服不下这口气，
又怕影响不好，所以就拖了下来。这一次啊，说什么也得让他装上。他要是再来这么一下，我们谁还担当得起呀？我也同意他装上起搏器，这样比较稳妥。嗯，那好，等会儿你们去说说他。你们都是他的部下，你们说的话比我管用。我去说。好，您放心吧。 文局长，病这东西啊，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来，咱们让他来不了多好啊！来了影响您身体，也影响局里工作啊。小曼说的对啊，如果您不装这个起搏器的话，要在医院住好一阵子呢，那到时候这局里的工作就没有主心骨了。这不是个人问题，纯属是工作上的需要啊。我知道文局长有些担忧，担心有些人会说三道四，要是局里不方便出这钱，我让朱涛他们单位先给垫上。 那倒不必了，孙姨啊，明天你给局里打个电话，就说文局长有点感冒，想躺几天，然后把家里的电话还有手机全都给掐了，让他们找去呗。等他们得到信儿，要到这儿来看您的时候，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啊。哎呀，你们呐，跟医生都串通好了，就听你们的吧啊。哎呀，讲道理啊，中医总是讲不过西医哟。<笑> 小曼说的对呀，钱的事儿啊，先不要惊动局里，让医院先装着。文局长啊，你要这么说可是不对了。我们这么大个医院，难道还差一台起搏器吗？几万块钱的事嘛，找个机会把它冲了就行了吗？那不行，一码是一码，钱的事儿一定要认真。哦，文局长。 主任的意思是呢，等几天您身体再稳定些，再做手术，您看行吗？要做就明天做，要不就不做了。就按老文说的办吧，他有他自己的考虑。文院长病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啊，孙姨不想让局里的别的人知道，所以就用小曼的车了。 文局长那么大本事，还弄不来一台车，非得用小曼的小福康。孙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小曼正好在我的办公室，当时也没想这么多，就一块来了。他上你办公室干嘛去啊？送文件。我告诉你，你离得远点，我烦他。这，你们这些女人怎么？巧劲儿给他忙的，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 开辆小破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笑什么呀？哎呀，青梅，别这么说人家。哎，咱们家儿子的脸烫成那样，要不是小曼给咱们送来的狼油，那脸上肯定得烙疤。反正我挺烦他的，你离得远点吧。 志远，嗯，你说今儿文局长怎么没叫吴过来啊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你得问文局长。那看样子这局长助理非你莫属了吧？秦梅同志，请你不要这么天真好吗？ 进来。哟，你这两天都没影了，我材料还等着你签字呢。这两天呀，急忙医院忙活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文局长怎么样？手术顺利，一切正常。啊，前天晚上我和祝涛还去了呢，我看他精神都挺好的。能小点声吗？局里人都还不知道呢。好像还不知道。难得。 局里有秘密，真不容易。<笑>那是。哎，赶紧给我签字。好。我还等着往上报。嗯。
好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哎。 哎，你吃了吗？老李，好点了吗？好什么呀？他这病啊，就这样了。你们局里也不给报医药费，前年的医药费还没报完呢。你怎么样？梁处长。老李，我见到罗清水了，他向你问好。 向我问好，对，他向你问好。你看，罗清水啊，让我给你带来了菊花茶。他说你喝了以后啊，对心脑血管有好处。拿着啊。哎，老李。